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Empire Motor Club vlog. Ryan and I are here today at a special secret spot. We got a special episode for you guys because this is all about vintage cars in Taipei. Vintage day. So why don't we tell them about the cars we have today? Yeah, let's do that. So we got four vintage cars, very special cars. So we have the Porsches and we have the Ferraris. This Ferrari in the black is super special because the 355 is what made me fall in love with the Ferraris. 我从, I remember the exact moment, 我记得那一刹那我看到，然后我就爱它，然后就是一见钟情，然后就是一辈子的这样子。 So I'm really excited because 我没有开过355，我等一下可以，好像可以开一下。Yeah，我们等一下可以开一下，我也想开一下。Yeah，然后这里有娃娃明最喜欢的那。 最屌的就是这个啦，这个就是 you know bad boys, bad boys baby, bad boys. So we got the 964 turbo 964，然后这台是 3.6， 不是 3.3 的。这台车子让我爱上保时捷，所以今天我们又有一台 930， 更老的 ，and 一个 328， 台湾听说也只有5-6台。 So very special collection we got here. Let's get this going. Let's do it, man. I'm excited. Are you excited? Right. You better be excited. This is damn vintage day. Special guest, my really good friend, kind of like a big brother to me. 我们以前还拍过戏，对啊，然后他常常哥给我听，对，对啊，就是小马哥马尿，哎呀，他今天要介绍他的930，好，其实这个这台车我从来没有在荧光幕上介绍，真的吗？谢谢，对啊，所以你今天要付我多少钱？我等下帮你买麦当劳，我等下在车上吃麦当劳可以吗？OK啊，其实我的车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就是我就是因为我其实本来对这个年代的东西就很有兴趣，就是。 Porsche啊，这个，对啊，在路上看完就觉得哇，梦想，对。那当有一天，哎，有能力了，然后找到一台很好的车，我就想说，哎，继续留下来，对。整理上面来说，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买到一台很好的车，对。它基本的这个车子的体质都蛮好的。我的习惯可能会买来之后开个半年，然后把所有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一次整理。总之呢，就是会用一个就是自己能力能够负担的范围之内去处理这个车子，那。 刚好，哎，这个我觉得在时间点跟经济能力上面都还 OK 的时候，就选择了这台车。这个车其实，我觉得唯一对我来说有改装的东西，其实只有冷气，因为这种车以前的冷气系统其实是不好的。然后，所以，我听了朋友建议有一套改装冷气的系统。那其实现在目前的冷气状况是，我觉得算。 算 OK， 可是我现在不太敢让你穿我的车，因为一直晒，真的，我又没有贴隔热纸，所以其实搞不好现在也很热。没关系啊，那你的引擎是多大的？3.2，对，要看一下吗？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没有说真的特别的漂亮，因为其实就是正常的使用，然后我觉得还算干净。 主要整理的还不错，算干净。这应该还是最经典的保时捷的Air2的这个fan。就是像很多其实真的花很多心思的把这个弄得很漂亮啊，比如说像这位之前好像是有弄成别的颜色嘛。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还哦，看到还有 FV，对我有换，你有换，我有换，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车厂他建议我，因为之前他的。 等他来庆祝我，今天参加你的节目，对，谢谢。因为之前他的那个他的感应的方式是有一种排线的，对。然后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他的车子会就在怠速的时候会有点不稳，哦，会有点不稳。对，然后我那时候本来想要换新的，但是他说其实因为有更好的新的东西去使用。 何不就换这个？大家在整理的时候都很在意有没有这些东西。哦，对，就是车的，对，其实还蛮重要的。但是其实有一些人真的觉得很重要，然后卖车的时候，买车的人对会特别去看，对，这些贴纸。对，他就算车怎么在重新烤漆怎么样，可是他会很在意这些东西。然后以外观上面，可能大家看就是这个，对。那这个其实也不是我弄的，就是我买来的时候之前的车主他就装了，我觉得刚好对到我的口味，因为我的车没有 turbo， 所以其实比较窄。
那原来它是附像这种大的，我觉得那个我个人觉得比例上面不太这样配很好看，可是我觉得我这个车窄，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边就会太窄了。对对对，因为是一个视觉上的问题。对，然后我其实比较喜欢没有屁股装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这个很轻啊，对，所以那个油压顶感就不需要常换，因为原来这个很重，对，那个蛮重的，对，其实这个很帅。我是还蛮喜欢的，这片还是这是原来就有，就是以外观来说，其实我都没有动，我买来的时候车子就是这样子。哎，你有一个 roll cage。对，但是这是挺妙的，就是说以内装来说，其实我买来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动。原本的这个 roll cage 它还有一个叉叉跟那个，那我会再狗，就是刚好这样躺在它就可以躺在这边。对，所以我就把它拆掉了。看我们 EMC Vlog 的人对老车有兴趣，如果他们真的要花一笔钱去买老车的话，你会跟他们说？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要先把很大一笔预算先留着，是要准备整理的钱。我觉得你必须先开个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然后去感受一下，然后知道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一次性的整理要经济实惠，然后也会比较整体也比较完整。Okay. Cool. 谢谢啊，张马哥，谢谢。所以大家都在讲整理，我听到他们也在讲整理。对，这个老车就是一直整理，但是在一次整理完就可以撑蛮久的了。是是是，就是要花时间找零件把它整理。但我们那时候在整理的时候，这些零件什么的其实都蛮好买的，日本的。的零件都还蛮充足的。Let's pop this thing. See if I can pop this thing. Okay. Ooh, ooh. So this is 这就是 you know 最经典的法拉利 V 八。So yeah, I mean 我记得这个 yeah it's very classic. 零到一百可能4.多，在当年算是很快的了。很棒，这车真的是男人的梦想。You ready? You ready? All right. 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的年代真的是有一点久远。So it's a Quattro Valve 3200，也是一个八缸。这是什么？我们来打开看一下。这是什么？哦，这是它的。Oh my god! 这个好酷哦。Look at this. 这是它的收纳。That's pretty cool.我觉得意大利人啊 ，you know， 他们的那种就是想法思维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怎么会在这里做一个用皮革的收纳，很特别。OK， 这个超酷。All right， let's get this thing going。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吗？我们刚才看你这个置物柜，这真的是一个很意大利人的设计。对，这个是原厂的。原厂的，全部原厂的。OK，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意大利人的设计。怎么会想到在这边放一个？可会不会很热啊？你放里面东西会很热？会很热，但目前还 OK 啦。对啊，所以就是不要放，不要去买菜装这里就好了。对，尽量不要放在这边。可是它的热度还蛮 OK 的，还蛮 OK，所以它是3200cc 的 V8， 对 ，OK， 然后没有动力转向，对，所以就是要硬靠，对，但我觉得好处是说它的路感会很清楚，哦，没错，就是很反应那个你可以感觉到，对，任何你碰到的任何地面的，比如石头啊，任何东西是都可以感受到，对啊。That's cool, man. That's cool. 那你这个东西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大概在维护它上面？维护它上面哦，就是因为我会买这部车，之前认识一个香港的朋友，是。那之前在香港法拉利会看到他修 F40，是。那他有时候会来台湾修法拉利，我就因为他反而开始对这车开始有信心去找他。所以你这个东西你换了什么东西？你买回来到现在为止，我就把底盘所有东西换掉，避震器、卡钳，所有的东西，底盘的东西有换掉。
那引擎的部分我也重新在一些整修，是。那目前为止就是等把所有的胶条一些零件定好，就整台再做一次烤漆。明白。那你订东西是从日本订？从日本、香港、英国这三个地方，那请朋友帮我订这样子。明白。嗯。那零件好找吗？不好找。不好找。所以我花了这部车搞到现在也快五年了。明白。所以就把它当作十年计划。那我想请问你，这台是？女人箱里面那一台吗？啊，对，就是女人箱里面那一台。对，我就是看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 Al Pacino， 哇！对，我发现这种车在那年代买的人可以买，但是要常常开很困难。是是是，它的冷气完全不冷，完全不冷，装饰用的。我懂。而且它没有动力方向盘，所以开起来真的要心情好，还有天气好。可你知道法拉利就是爱法拉利的人就是这样吗？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恋情，真的你必须要为他付出。反正一开始也就想要去找比较轻松一点的车，是。最后想想，真的把它搞出，越搞越有兴趣啊。没错，跟他一起下去吧。没错，不同的感觉是真男人啊，而且没有动力方向盘，没有动力转向，然后手排这个东西开起来就是男人、啊，没什么好说的。对啊，但we shall see. Thank you, Willie. 喂。OK， 所以今天我来介绍一下这台车的车主，就是我好朋友 Jerry。我有一个问题，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投资吗？因为我觉得看我们这个频道的人肯定会想，或者是他们的认知是，哎，老车或者是很经典的车子，很限量的、很特殊的，会不会是一个好的投资？我觉得这个车到现在，毕竟它停产嘛，但价钱应该已经涨上来了。对，那你现在买可能是可以 hold 住那个 value， 但并不代表它会继续往上涨。对，这是很难讲。对，我们看一下引擎可以吗？等一下看，哎，这个叫 whale tail。Let's check this out。哦，其实它的 intercooler 就在上面。对，它是 turbo 才有这个。只有 turbo。OK， so intercooler 在上面 ，that's pretty cool。然后这是 air cool 911很明显的特征。对，对对。然后它的涡轮可能对在比较里面就可能比较看不到。Whisky 就有点像日本车的 blowout valve， 泄压阀在这边，所以那就代表它的 turbo 应该在这个附近。其实它引擎构造很简单，然后对体积也不大，对，但却可以有这么大的动力。All right， 那我看一下里面好了。它就是有很经典的这个五个环表，对，是91最经典的。那其他都很简单，那主要是 OK， 它是 five speed manual transmission。五速变速箱 ，Cool。那我们等一下 ，Let's take it on the road and go for a little drive。OK。All right、mm-hmm.。Cool。So, 这是我第一次开，我们先到了这边的停车场。那我要先说328跟930，我们很想开，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然后车主也是有很多事情。那 Jerry is kind enough 多留一下，让我开一下964，让我体验一下我的梦想车。So, 刚讲了那么多，你跟我讲一下你为什么要买964好了，然后我慢慢熟悉一下这台车。964其实它就是属于保时捷气冷的，对，倒数第二代，反正是对末代923嘛。那964它有一直维持了老911的那个，就是它的前车灯很凸嘛，它立起来的，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车型。对，那这一台是964的 Turbo， 然后3.6cc 引擎，对，所以它在那个年代就已经达到0到100油5.5秒，哇、wow. ！对对对，所以算是90年代蛮厉害的车，对，对，它加速它的扭力，对，因为它是、yeah. 它是单涡轮的，所以它的顿挫感很大，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然后我发现它的 clutch 啊，多像一个回弹，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回弹，我是不太知道。对，现在的车会比较线性一点，对，它像一个老车会有一个老车好像有一个，对，它那个衔接比较大一点，对，对对对。This is cool， 我第一次开，然后你在排档，我觉得也算是蛮顺的。对，我一开始觉得会很难推进去。不会，它很清楚，每个档位都蛮清楚，对，它非常清楚啊。对，然后它的 steering 也算是很清楚，我觉得比993还要再扎实，好像还要再硬一点，还是 road feel， 对，路感会路感 road feel 路感会比较再更清楚。对，方向盘也比较重了。对，方向盘比较重，虽然都有电子方向盘，但964会再更重一点。Yeah，bad boys。Yeah，bad boys。Bad boys。说实话，这台车子真的是我保时捷里面我最爱的。然后我从小时候看到 Bad Boys 以后，我就说，哎，对，有一天真的是要买保时捷。大家对，对不对？童年 对，那个是一个梦想。对啊，对，你买了几年了？我已经买了五六年了吧。OK， 对，那这五六年你有维修很多次吗？有保养还是有翻新，有做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前车主他已经都整理得很完整，所以我说真的，我这五六年只有保养哎，然后不过我因为不常开，所以电瓶比较常坏，我几乎都是在换电瓶。对，那其实都是基本的保养，其他我没有因为坏过什么而去额外再花钱这样。对，那我觉得观众一定很想知道这台车子现在大概多少钱？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可能数量很少，对，那也许大概。可能一千万，不知道，可能大概是价位吧。对，那可能。那我再问你，多常开这台车？我应该一个月开一次吧。哦，真的、啊？对对对。那你多给我开。对，你多绕几圈。多绕几圈。对对对。那其实就是，对，一方面舍不得，那一方面就可能一个月让它 run 一次，比较对车子也好一点。嗯，对，所以比较少开。OK， well。I had a really, really good time. It was my dream to drive this car. So honestly,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drive it.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a really, really cool car. All right, man, cool. Look at what I got here. So, 我们要开始了。帅哥，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哦，不用不用，我叫阿坤。大家好。他是阿坤，他是车主。那你们知道我很喜欢法拉利。那这台是我爱上法拉利。我还记得我在的地方是我在来饭店，那时候他们好像做一个抽奖，停在大厅里面一台红色的 Coupe 355。我那时候看到这台车，我大概可能10岁左右吧，我就爱上了。这么年轻，这么年轻，车子可以，其实可以每天代步开，没问题。可以每天代步开，你有听到哦。我是觉得，但是他这个我听说，我当时其实很有兴趣，想要找一台这种车子，但是我知道他好像。它的保养都是要引擎调出来做的。对，因为它这个引擎变速箱一起下来会比较好做，因为它的正时皮带是靠在前面，等于是挡火墙前面，没有拆下来是比较不好施工的，也没办法换的。明白。那你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它在原厂做这个，在美国好像是10000块美金，大概是300000的一个。哦，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个在就是引擎拆下来把正时皮带换掉，跟一些耗材换掉的话，大概每一次大概都要花个差不多50万左右。Okay。
所以其实这个费用是那大概多久要做一次这样子的？它那原厂它是说6年6万公里，6年6万公里，但是但应该撑不到那么久。六年很快就到了，6万公里到不了。哦，对，所以你是 OK OK， 所以我们来讲讲数据吧。我记得这个是 V 八，对 V 八3.5 OK， 多少匹马力？380匹，380匹，0到100，4.7秒，4.7秒 OK， 所以其实这个车是在25年车左右，已经算是蛮快的，你知道吗？那时候这个算是蛮厉害的车。那我觉得这整台车我最喜欢、最印象最深刻的，其实除了它的外观以外，就是它的这个 gated shifter 这个换挡，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在咔咔进去的时候，好像在上膛枪。对，就是那种那个，他们那种狗腿排档感，就是那种对很扎实的感觉、啊。对，没错没错。那我觉得它是整个，你知道，现在法拉利我们刚刚说过，品质都很好，对，故障率也越来越低了。但我觉得在这个比较久一点的车子，他们会有一些小问题。其实我大概弄了这几年，其实说真的，我没有修过它，我就保养了一次，然后花了几十万，然后就到现在，就是每次我只要想要开它的时候，但没有常开，但是想要开它的时候，就是一发动它就给我很安全的感觉，很安定啊，没有亮过什么故障灯，什么都没有。这个旧的意大利车子，我觉得都会有一些小问题。那既然你说没有问题，让我也蛮讶异。对啊，我的就真的没遇过，可能手牌的它的毛病比较小，因为它这个时候有的自排它是 F1， 它就刚刚变成手牌变成 F1 的时候，前期的时候法拉利可能做的比较不好，因为它毕竟它还是手牌变速箱，它的控制系统比较没好，所以常常会亮故障灯，然后车就会停着这样。那它会不会那个就是按钮坏掉啊？对，它就是会有按钮连连的这样，但是就要拔起来给它处理掉。对对对，多年年的，大概就是这个问题。还有那种淡淡的 patina 那种汗手汗那种造成的这种，你知道褪色，你知道吗 ？Oh my god， 这真的是我这岁月的痕迹，太有他妈味道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有点像那种老的劳力士的感觉，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岁月的痕迹了，真的太棒。那我们讲重点。这台车如果要给你买，要卖我多少钱？这个车哦，现在外面大概都是500-600万，500-600万这样。那你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一下，想到这个车。没有，我觉得这个车就是用心照顾，找对人照顾，基本上它都可以开很久，然后很舒，让你会有很安全的感觉，然后就是一次把它花完就好了。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让人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车。对啊，我们想要谢谢阿哥，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Alright, guys, I got to drive my favorite Porsche of all time. You got to drive yours. My dream car, man, my dream car. 我的梦想车。You know, if you guys want to see some other car that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in, leave a comment down below, and we'll do our best. You know. Yeah, man. So.We apologize again that we could not get the 328 nor the 930 on the road with us. We got to drive our two favorite cars. Hopefully you guys like the video. Hopefully you guys like the vlog. Just like you said, man, let us know what you guys want to see next. We'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